让军人保障卡更好的服务，保障官兵北部战区陆军依托第79集团军某旅组织军人保障卡管理骨干培训蔡军、王立军、上草全军为后勤保障部决定，从4月1日全面换发第二代军人保障卡，这张卡及身份认证工薪发放、刷卡消费、持卡就医、衣卡工装、住房档案管理和转接供给关系等功能于一体，支持开通网上银行、手机银行、电话银行，支持支付宝、微信等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，支持理财功能，能够购买针对军人的稳健型理财产品，能够方便经济的实现跨行和异地转账，为深化军人保障卡推广应用、宣传普及军人保障卡基本知识，强化军人保障卡业务办理。5月8日至10日战区陆军依托第79集团军某旅组织军人保障卡管理骨干业务培训，来自战区陆军部队的120余名保障卡管理员一起听课、一起学习、一起考核、一起参与讨论交流。此次培训以军人保障卡管理员的业务需求和短板为出发点设置课程，采取封闭式管理、全天候参训的形式，特邀军人保障卡系统研制单位工程师及银行分管领导进行辅导授课，通过理论辅导、经验介绍、座谈交流、现场答疑，围绕政策法规解读、系统数据管理、后勤虚拟专网配置建设、军人保障标志牌介绍和银行业务对接等内容，军人保障卡研制单位工程师详细介绍了解决常见问题各种措施，着力提高军人保障卡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与操作技能，为推进军人保障卡深化拓展应用，做好下部老兵退伍、干部转业及后勤保障关系优取转接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培训结束，参训官兵纷纷表示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授课内容丰富，讲解重点突出，管理要求明确，大家对军人保障卡使用、管理、维护等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，下一步更好的服务保障官兵更有信心了。编审刘建伟，编辑刘守金，来源北部战区微信号 PlogyBisk 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。更多精彩原创军事新闻，请访问北部战区网强军网盘，军报分社密码 123456， 联系电话 03018139。